算是一角度。我看这里，他说给一个 FS 一个 QS， 他说这两次子弹中最大最高攻击是每次有 C 是多少？然后这里很难。好，再来讲一下这里啊，有一个东西叫做因数不变定理，怎么说？老师举例哈，比如说老师举例十二和八，他们最高公因数、最大公因数是几？四。那有想过，换句话，十二和八都是四的倍数嘛？你不管把十二乘上五，把八乘上十一，得到这个边是六十，这边是八十八。把这两个数字随便你，要相加相减随便你。好，把它相减剩几？二十八。这二十八，对吧？哈，它有因数是几？四。它是不是有四个因数？换句话说，注意听，你这两个都是四，它你这两个数字来讲，十二和八，它们最大公因数是几？四。你不管十二和八怎么乘，最后怎么合并，合并出来答案里面一定会有四，对吧？喂，可以哈。所以说抓住这现象，既然 F 和 G， 这是 F 和 G， 我不管把这两个式子合并，它的公因数会消失？不会。好，所以说这怎么办？你就想办法把 C 给消掉。怎么消掉？我的 FS 先不动，这 CX 行不行？我把 G， 我把底下乘上几 AX， 你看一下这里。这 a 3班加上 ch 平班加上30加2不动，我想办法把 c 给消掉，怎么消掉？我把底下 g 平方也乘上几 ax， 所以乘上 ax 之后，两次变三次，一次变两次，再加上 ax 行不行？之后我把这两个加相减，减下去之后剩下几？我把这两个式子抓起来加相减，减下去是消掉，消掉之后这边剩几？ 2s 加 2， 对不对？把 2s 加2提出2变几？ s 加1，行不行？我刚才讲过，不管我怎样合并，我最高公因数一定会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注意听，这因是不会消灭嘛，知道吗？好，这边他告诉我最大公因数是几次？一次。所以说得到这个式子，其实这个式子就是我谁？就是我最高公因数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那问题来了，题目要求 C 怎么算？什么叫因式？因式叫整除余几零。既然这个公因式，所以定它为零 ，x 有几代？一代。不管带 f 带 g 都要余几零，带 f 和带 g 带哪个比较简单？G， 好不好？所以定它为 S 用几代？负一代，代下去一定余几零，所以负一平方一减 C 加一一定会余几零，所以 C 就是几二就出来了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